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大家翻开《沙弥利益要略真注》第十七页第一面，第十七页第一面，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从二约不到这里看起。这个是沙弥十戒第二条戒不到。好，我们接着看真注，物属于他，他所守护，不与而取，名之曰道。这一段是解释道，解释这个道。不到呢，就是不能盗取，不能盗取。这个真注讲，物属于他，他所守护，不与而取，名之曰盗。这是我们一般讲，不与取，不与取。物属于他，就是这个物的种类就很多了，非常的多。那么凡是有主之物，这个物呢，我们现在讲有动产不动产，凡是有价值的这个物品呢，这些东西呢都是属于物。那么有主，我们知道呢，这个物是有主的，没有经过这个主人啊，或者守护，这个守护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管理的，他管理的，那么没有经过这个负责人管理的人，他们同意，那我们就私自啊拿来自己用。这个就犯了盗戒了。那么盗这一条戒的范围非常广，也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大的方面呢，比较明显的方面，我们可能不会去盗，不会去偷盗。那么在小的方面，细微的方面，这个就很容易犯，犯了呢自己不知道。道啊，分两个方面，这个不明显的暗中盗取啊，这个叫偷盗，我们一般讲小偷啊，这个小偷大偷。这个是暗中窃盗，暗中盗取，人家不知道，不知道情况之下，这个东西他取走，这个偷盗。那么另外一种呢，他是明显的，用他的势力，或者呢，用种种的方法威胁强迫。让别人把财物呢拿给他，或者呢强取豪夺，用武力啊去抢，这个叫强盗，明显的去把别人的财物夺过来，这个叫强盗，用武力，用各种势力威胁。这个叫强盗，所以这个盗呢有这两大类，偷就是暗中的，让人家不知道，财物偷过来，盗取过来，那明显的就是用抢的，现在用强盗啊抢的。那么我们
看到这个偷盗啊，这个方便啊，就非常危险。所以我们有一些方面啊，自己犯了这个盗窃，不知道，这个要留意，要仔细，这条戒啊，才能够修得好，才能修得好。那过去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这个台中莲社李老师，他对这个道这个啊，他也保持得非常的谨慎。他以前在奉祀官府，就是孔子的后代，那么国民政府啊就设一个奉祀官府，那么孔子的后代呢，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供奉他们这个子孙，子子孙孙，到了民国啊还有。那么在台湾呢，这个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去啊，还是有奉祀官府。那么这个是孔子第七十几代的孙子孔德成先生，现在还在世，很老了，八十几岁，在掌管这个奉祀官府。那李老师呢，在奉祀官府上班，他平常在奉祀官府上班，那孔先生呢是他的主管，他的上司。那么他要拿这个奉祀官府这个公家印的那个信签啊，要私人写信，信封啊，信纸，那么他一定给孔德成先生报告。他说：“这个我要拿去啊，我私人要写信啊，你答不答应？因为这个是他守护的，他管的。”那么刚开始讲，但就是没问题啦。后来每一次拿，他每一次讲，后来的孔先生有一点不耐烦了，他说：“你看大家不都这么拿着去写呢？但他们都不讲的，那你为什么每一次拿一张又给我讲一次？”那李老师说：“我给你讲，你同意了，我就不犯盗戒了。我没有给你讲啊，这是公家印的，这公家印的是给公家使用啊，写信的。”如果放在公司上，当然就是可以拿去用。但是我这个是要拿来私人写信，是我私人的。这个公司要分清楚，不要公私不分。后来，这个李老师他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一般人拿那个信封信纸，他一拿来印上这个奉祀官府的信签，奉祀官府用签，拿来自己写信什么，他换了道具。那么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地方，要注意的地方，从这个小地方这个做起。所以《弟子规》讲啊，这个。要借人家的东西啊，要让对方啊同意啊才可以拿啊。如果不同意呢，我们就拿来就是偷了，偷了，偷到对方的东西。这是这条戒呢，范围非常非常广泛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也不要有一个勉强性的一种这个木化这个勉强性的就是说比如说大家这个施主来供养红包了，但每一个人一份我觉得也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不要来通通交出来，我来给你们这个做功德这样带有勉强也不太好。那么以前老和尚他是给我们讲因果了，
以前我们过年的时候啊，大部分过年的时候红包收的会比较多，那每一个出家众都会比较多。那大概根据以前我在图书馆，大概一个过年收了一叠红包啊，算起来大概一万多台币，一万多台币，大概人民币现在超三四千块这个上下。然后人家来供养嘛，哦，老和尚当然他是一包比较大的，那我们就是比较少啊，然后我们的出家众大家都有啊，那累积了多了，那也有一定的数量啊。那老和尚就跟我们讲开示了，啊，这个人家跪着给你供养啊，啊，你们能消受吗？我说哎，不敢当，我们真的消受不了。这个吃下去啊，下比地狱。我说那我们绝对不敢吃。那后来我们就说，师父，那我们干脆人家要供养，我们就不要了，叫他不要给你供养。那这样也不对，你不让人家结缘也不行。那我说师父，那怎么办？收了要下地狱，不收又不结缘，都不可以。后来老和尚说，替他们修福啊，我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吗？那后来我们说，师父，不然我们这个通通交给你去印经，我不给你拿，要做你们自己去做。他是用这样的啊。那讲这样我们就已经够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你自己去看着办。那如果不做呢，那也是你自己的事情，也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在外面，啊，收到的红包什么，我到图书馆去外面讲经，我都连通不动，交给馆长，馆长去处理，然后他会我拿多一点，然后三分之一了，啊，比如说三千块呢，他一千块供养道堂，一千块给我，那一千块就是没有出去的出家众，平均分一点，啊，我说馆长你怎么分都好，你都不给我，我也不会向你要。他是这么处理的，这样分配。那分配之后就是个人的事情，给你的那个就是你的，你自己要怎么做你的权利。那么我想用一种开示性的建议性的这样就可以了。那么发给大家之后呢，我们就是让大家自由发心，比如说同样是做修复，啊，也有好几个项目，啊，比如说印经啊，这个是最普遍的，造佛像啊，放生啊，这些等等的救济啊，这些很多项目。但是我们道场是效法印光祖师啊，以印经为主的，其他是附带做。那么这个风气我们还是到现在还是保持这样。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让大家自动发心啊，那么把这个因果讲清楚就好啊，让大家自动发心，那不要带有勉强啊。那么我们勉强做这些，当然也有好处啊，但是这样不自然，是。那么在图书馆也有一个民众比较年纪比较大，他出家年资也很久了，那他就觉得老和尚这样，就有钱都布施，他觉得不以为然了，啊。那么有一次他也好意劝我，他说你要自己留一点钱，啊，不然你以后被赶出去要去睡火车站。然后他就跟同修啊，跟一些互助会，这个大陆不晓得有没有，这个互助会，我要找十个人，那我们来搞一个会啊，比如说1000块啊，1000块，那么第一次交呢，做会手的不要利息，做会手，但是他要负责去给人家收钱，啊，还有付钱，然后再标，标到利息最高的就谁拿钱。
就是这一次，比如说你找十个人，一个人一千块，那就第一次交十个人就一万块了。然后第二次呢，那个会所收了第一次的款呢、啊，就是他不用交利息的，但是按月要还一千块，每月要还一千块。然后第二次呢，就是哦，这些找这些会缴啊，然后再标了啊，比如说有人标五十块，有人标六十块啊，六十块的得，这次他得标，那六十块他就一千块减到六十，他拿九百四，但是他还的时候要还一千块，这个是民间的，但是这个很容易被倒掉，他还不起那就跑掉了，没有保障。那完全靠这个信用啊，就这个老尼斯啊，他就是跟同学跟一个会，跟了不少钱，然后台币有一两百万，然后他就劝我去跟，我没有跟他，我说我要听老和尚的去应经布施啊，然后他就去跟会，他说跟会以后买个房子，不然你被赶出去你就没地方住了。啊，因为他以前在都是住人家的道房，那人家不欢迎他就要走路，所以他的确也吃过很多苦，所以他对这个很在意。啊，但是我就听老和尚的经，我觉得要相信因果。啊，我们有失就有得嘛。啊，那么他这个经可能经者没有深入，所以他这个布施方面呢，他做的有限。后来他那个会了被倒掉了，被倒掉了，倒掉了，哇，他要去，我知道他要去向人家讨债，我也不好意思给他讲，当初还好没有听你的，要听你的，我今天的下场也是像你一样要去讨债，那就很麻烦了。还是记在这个监牢库啊比较牢靠啊，我讲了这个记在监牢库啊，你布施了记在监牢库啊，五家抢不走，五家抢不走。啊，这个道的范围很广啊，那我们呢、啊、要注意啊。那下面呢，我们看这个要略，解约金银重物，以致一针一草不得不予而取。啊，这个不予。就是给予的意思，在孟子啊，《四书孟子》这个《礼楼篇》下篇呢、啊，讲可以予，可以无予，啊，就是可以给还是可以没有都不给他啊，这个意思啊。那么不予就是不给予，啊，不同意。说我们要向人家借个东西，要个东西，人家不同意，就我们就不可以去取了啊，取的就是分道。那么这个金银重物以致一针一草，不得不予而取啊，要列啊，怎么样？金银重物是指最贵重的，在我们这个世间讲七宝。那么一针一草。那是最没有价值的，就是指这个物啊，最少最小的。啊，那么最贵重的跟最不贵重的，啊，都不得不予而取，都不可以说人家不给就我们就取过来，都不可以。啊，这个都是对的。我们接着看增注，几金银以兼七宝，重物及衣食器具等折价之物。一针一草是物之最轻小折，以智折是举前后之轻重，令达其中之意。这个增注给我们讲了，举金银以兼七宝，这一句是给我们解释金银这两个字啊。
这个要列举出金银啊，那么已经兼就是包含了、啊，包含这个七宝啊，金银啊、赤猪玛瑙砗磲这一类这些七宝，我们这个世间有的七宝都包括在里面了 啊。那么这个是在我们世间人来讲是很贵重的宝物啊，贵重的物品啊，很高价值。这叫七宝，重物呢，重就是贵重的，啊，贵重的物品，啊，及衣食器具等，啊，这是贵重物品，啊，那么衣食好的，器具好的，啊，这些呢都属于重物，啊，就是比较贵重的，折价之物，啊，这个折价就是它很有价值。它这个价值啊是很高啊，很有价值。这个叫这个折啊，这个就是折价，就是它去变卖啊，它可以要求啊很高的价钱，它可以取得很高的价钱，这个叫折。折价，好像去典当，大陆这边有没有当铺？有。我以前也去当过东西。啊，以前呢、啊，这个经济不好，所以那个当铺啊特别多。啊，当铺都是吸血鬼。那个他这个典当都是。他都是，他老板很会算的，他不会吃亏的啊。一般当铺就是比较叫，比如说手表啦，啊，那那个西装呢，啊，西装也可以当，啊，还有这个一般讲的这个金银啊、戒指啊这一类，这个比较折价之物啊，可以索取啊，叫高价钱。叫贵重，这个叫折价之物，就是你拿去变卖，啊，或者是去当铺当，都可以当到高价钱，这叫重物，这个叫重物。啊，一针一草是物质最轻巧，啊，这个是讲最没有价值的，啊，一根草呢，这个。是价值最低的，最轻最小的。以智则是举前后之轻重，令达其中者。以智这句话呢，这两个字啊，是举出前后啊轻重啊，最贵重的、最不贵重的，那这个当中所有的都包括在里面了、啊。啊，那么这个下面呢、啊，就给我们举出这个物的主人呐、啊，物的主人，举出几条物的主人，那么我们看这个十七页第二面第三。若常住物，这个常住物啊，我们看真住，即十方生物，但善部洲内所有出家佛弟子众，皆悉有份。啊，这个是常住物。这个常住就是比较啊，比较属于固定。那么常住又可以分这个动产不动产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一个道场的一个基金啊，那是固定啊，
维护这个道场长久运作的一个基金，这是常住。那另外就是这个是动产的部分，那另外是不动产的啊，不动产的比如说这个土地，还有地上物、地上这些建筑啊，比如说寺院啊那些建筑。那过去这个丛林呢、啊，它这个寺院还有农田呢、啊，它还有农田。过去丛林呢、啊，它这个农田呢，都是出租给佃农啊去耕种啊。那么每一季的收成呢、啊，那么就这个佃农交多少稻米啊给这个常住道场。那以前寺院呢，就是以这个来维持啊道养，这个僧众啊在这里修行办道的一个道养。而以前呢，寺院呢它有田地，那么他们不用去做精湛博士啦、啊，不用去化缘，他们生活上都过得去。啊，这个从唐朝啊，百丈立清规，马祖建丛林开始，他们有固定的收入，啊，他们可以安心办道。不用啊，到处去化缘，啊，到处去看这个施主的脸色，啊，要去攀岩，啊，就不需要。那么那些都属于常住物，那么这个常住物，啊，这个道起啊，这个罪就很重啊，这个跟就是十方身，啊，这个十方身呐，它都有罪。啊，你盗取这个东西呢，要跟十方身啊结罪，啊，债主就是十方身，那这个还不清的，啊，还不清的。这个盗藏住物啊，这些公案很多，这个在《四门自净录》里面啊，这莲池大师编的。他举出这个唐朝很多这个盗藏住物啊这些因果，这个我们再来印几条，大家可以都看看。那有时候我们犯了盗戒也会生病，啊，还有这个被这个阎罗王啊来追查，啊，这个因果啊很严重。但散布州内啊，南散布州就指我们这里是南散布州，南散布州。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这个人道呢有四大部洲，这个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卢州，我们这里叫南散布州，四大洲都是人。但是人呢长得不一样，这个我们南上部洲的人呢，啊，这个脸型呢，啊，跟地球一样，稍微有一点圆圆的，啊，那么这个听说西牛贺州的人呢，啊，那个他长得像有一点半夜月亮，那北俱卢州的人福报最大，他们寿命都一千岁，那衣食自然，衣食自然。他是在人间的天堂，那边的人啊是福报最大，所以那边的人他们都不学佛的，啊，因为他们日子太好过了，啊，日子太好过了，北俱卢州，所以韦陀菩萨叫三洲感应，啊，就三洲有佛法，北俱卢州没有佛法，那都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人道。人道。那么我们这一洲是属于南赡部洲，南赡部洲一个州范围就非常广，啊，这个人间如果有转轮圣王，啊，这个金轮统体，金轮王叫统治四大部洲，啊，统治四大部洲，啊，这个人有福报的时候就会感应，啊，轮王来应试，银轮王呢统治三大部洲，铜轮王统治两大部洲，
铁轮王啊，统治一大部众，要分金银铜铁。那么我们在南赡部洲内啊，就是我们这周这个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地球，不要想着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南赡部洲啊，啊，那不止我们这个地球啊，那个星球不晓得有多少。恐怕像现在科学家讲的一个银河系，所有的星球。那么这个整个南赡部洲里面所有出家佛弟子，他都有份，他都有份。如果到这个常住物啊，哦，那这个罪啊就严重，就严重。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啊。但现在呢，这个常住物啊，也有很多变更啊，所以这一些我们现在有时候也搞不太清楚。那么在过去这一个试验呢，它比较如法，比较如法，比较如法呢。那么它是十方常住，反正你是。在古时候啊，你只要出家要有度别啊，那么受戒呢要有戒别啊，一个度别一个戒别，度别是国家批准准许你出家啊，这个叫度别啊，戒别就是去受戒，那么你有度别戒别到。这个所有的道场去挂单都可以，都可以挂单。所以古时候的道场啊，它就比较如法啊。那现在这个道场啊，很多都变成形成一种子孙庙。那子孙庙就是说啊，师父传给徒弟，徒弟传给徒孙啦，啊，或者自己的家亲眷属啦，啊，混在一起啊，啊，都变成子孙庙。那过去道场他不是说，哎，你在这里出家才可以当住持当家，那你在其他道场出家剃度的就不可以在这里做住持当家。过去不是这样，过去他没有这些限制。那么他的标准呢，就是在一个修行还有这个理念上，能够相应，能够相应，能够如理如法。这样，它就可以显出来了，所以过去这个道场啊，它是各地方来参学来学习。那现在大陆这个方面呢，还是比其他地区要多一点。有一些试验啊，也不一定是在本市出家的，其他道场出家的，他们也都可以。但是现在是不是有符合古时候那个标准啊？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这个现在很多寺院呢，也就变成公家的，变成观光的，收门票。那这个当中啊，这个因果啊，不晓得怎么去算了。这个也有待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理解。那么把它这个寺院的常住的东西把它占为己有啊，这个罪是阿鼻地之啊，这个罪不会常之重。但现在的人他不懂这个因果，所以往往啊造了这些重罪啊，他自己也不知道啊，不知道他这个果报的严重。接着我们再看下面 啊，这个是若信施物啊，为施主持物自是布施而未分与生，则是这个信施物我们去盗取啊，这个在道场里面做住持做当家的人啊，最容易犯这一条
有时候施主啊，他拿东西来布施，哎，我们供养你们这里出家的，那这个负责的人如果没有分给大家，那自己就拿去用，啊，这个现在道场做住持当家的很容易犯这一条戒，啊，现在拿来用是很痛快，那将来还债就不痛快了，啊，就很痛苦了，啊，所以我现在啊，我也很谨慎这一条，啊，所以人家送东西来，我说你这个要送给谁的，啊，哦，送给你们大家，好，你们大家，哦，明天啊，叫大家都来，现在住在这里的大家都来，大家吃吧，啊，那不然你就要开会让大家说，大家不吃不吃，大家这个要怎么处理，啊，那大家同意了就好了，啊，或者是你做一次性的结盟，一次性的，就是说，啊，以后凡是这些呢都这么处理可以，那大家同意了就这么处理，啊，这个总是要跟大家交代清楚。但这个时间我觉得是一段时间就要再重复再讲一次，这样比较好，啊，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啊，那么如果说这个人家送给我的东西，啊，那就是我个人的啦，那我个人要怎么处理是我的事情，啊，那送给我呢，那我说哎，那就给大家吃，啊，又变大家的了，那这个你就要去执行的人就要这个因果就要去注意了，啊啊，要给大家的就要给大家吃了，你不能拿去一个人自己吃掉了，哦，那个又换了盗戒，啊，将来去阿鼻地狱，啊，那就不好玩了，啊，所以这个都要很谨慎，啊，所以信施物啊，就是持物到寺布施，到寺里面来布施啊，这个还要问明啊，他的布施的这个性质的对象，啊，这个共众的，啊，共众就是大众的用，啊，这些啊，我们尽量去修。尽量避免这些犯的这些盗戒，啊，这个是讲信施物，啊，施主持物道是布施，啊，那么还没有分发给僧众，啊，那么这些呢盗取了，啊，这叫盗信施物。下面讲若僧众物，啊，那么僧众是指现前生物，这个前面讲这个常住十方生物跟现前生物，这个有一些区别。那么现前生物就是说，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十几个人住在这里，那我们现在这十几个人就是现前生了，啊，我们现在现前生，这个叫现前生物。那常住物呢，它是长期固定的长期，那现前就是现前大家有的你的东西，这个现前生众物。那么这个现前生物啊，这个当中也有分公私的，比如说，哎，大家这个是公众，大家我们大家住在这里，大家一起用的，还是你个人用，这个也要区分，这样你才不会公私不分，这个要区分清楚。那么现前生众物，它这里加一个众，就是指大家共同使用，啊，这个盗取啊，那罪也很重，啊，所以下面举出方等经，法具菩萨云，啊，忤逆是众，我亦能救，盗生物者我不能救，啊，这一段，啊，是方等经在华具菩萨讲，这个忤逆四众的罪呢我还能救，但是呢去偷盗生物那我没有办法救，可见得呢这个盗生众物的罪过，啊，那比那个忤逆四众的罪还严重，
下面举出三昧经，三昧经云：道生慢悟者，过杀八万四千父母等罪。那么这个是指生慢悟，就是生重悟。这个前面讲华济菩萨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华济菩萨实行品，在第十七《大方等陀罗尼经》出分卷第一里面讲的。那么这个忤逆啊，这个以后我们这个印出来啊，大家可以看。这个资料查出来，大家多看看啊。我们现在先讲这个三昧经啊。三昧经是佛说观佛三昧海经，是这部经。生慢呢这个是印度话，那么翻译是对面思，对面思啊，对面之物啊，就是现前啊对面的故事。把人家拿来布施，当面布施的，布施给僧众，这个生慢路。那么偷盗这个生慢路这个罪过超过这个杀八万四千父母等罪啊，这个罪啊，也不好算。那么一般人呢，对于这个盗这个三宝物啊，他不知道这个果报的严重性。所以犯了这个严重的罪报，他自己不知道。下面呢，举出大力，大力云：若到佛塔部，即四中共聚，即犯重罪。如果偷到这个佛塔里面的物品，比如说现在寺院啊塔了，在大陆那个塔也蛮多的。那塔里面有一些供的物品，以及寺院里面的供具，偷了拿走了，就犯重罪了，就犯了重罪。若盗他经卷，即指墨时犯罪。那么这个是讲经卷，古时候就是一卷一卷，经就是卷起来的。那么偷盗呢，那么这个要计算呢，他的用的纸多少钱，墨多少钱，那个价值啊多少来定这个犯这个盗戒的罪啊，轻重罪，以这个纸墨的价值来论。那么下面呢举出宝梁经这个宝梁经有两卷，现在呢，已经在《大藏经》编入这个《大宝积经》这一部分里面，编入《宝积》第四十四会，第四十四会，这个翻译的人呢，已经这些资料已经丧失了、遗失了。这个《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大宝积经有这部分，它是把很多经把它编在一起，那么整个名称叫大宝积经。那么这部宝梁经就是在大宝积经里面第四十四会。那么宝梁经里面有讲一个这个比喻啦，说宁啖生肉终不用三宝物，得大福报。罪受一劫，若过一劫，以轻损三宝物故，又佛法生物，各有所属，不得复用，用则即止成罪。那么，常住生物亦各有所属，不得复用，如大力广明，此不凡入。这个宝梁经讲宁愿吃自己身上的肉那绝对不去盗用三宝物，
因为到了三宝路呢，将来会得很大的苦报，这个罪报啊要受一劫。若过一劫，以轻损三宝故故。有的受一劫啊，有的超过一劫了啊。那么这是因为啊，他是轻损啊、侵占啊，或者是损害啊这个三宝物的缘故啊，所以罪啊很重。那么这个一劫是最起码要受一劫的罪啊，如果罪比较重的，那就不止一劫了啊，超过一劫，这是轻损三宝物的果报。又佛法生物呢，各有所属，不得不用。啊，用则即止成罪。啊，又就是又再给我们说明了、啊、这个佛法生物三宝物、啊，那么各有所属，不得复用啊，不可以说啊，现在要供佛的拿来印经，要供僧的拿来印经啊，这个不可以。他各有所属啊，比如说他供僧是要给大家僧众吃的、啊、那吃的就是吃的、啊、你不能说吃的、啊、拿来印经、啊、这个不可以，这个也犯罪了啊。人家供佛的啊，供佛的拿来印经也不可以啊，印经的拿来供佛也不可以。这个在我们道场 啊我对这个很谨慎啊，因为我现在做这个负责人啊，那下面做错事情罪过都是我的啊，将来下阿鼻地狱我是第一个下去的、啊、所以我都很小心在处理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道场啊，有都要跟大家说清楚，有指定专管跟不指定的啊。那不指定的我们就比较活用，你不指定都可以，用在哪一方面都可以啊。比如说啊，供养道场，给道场去统筹啊，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啊，哪个地方缺就补哪个地方，叫佛用。那现在有很多同学说，我这个要印大藏经，那这个就我再给他印其他的经都不可以。那有一些道场啊，他们不知道这个因果啊，人家印大藏以前，他说那印哪一部经也可以啊，就是这里讲的。光是佛法僧，这属于法，这个当中还有区别的。他要指定印这个大藏经，你说啊，本来拿来印这个，其他的另外单行本的经也可以呀、啊，啊，那个也是大藏经里面的一本啊。有的人要这么讲，在我们台湾呢，也有人到场跟人家这么说明，他那边没有在印大藏经，那么他说那印这个也可以。如果他本人同意是可以，但是如果他指定要印大藏经，我们负责的人啊，给他拿来印其他，不然就印这一个，那也是大藏经里面其中的一本嘛，这个也不可以，因为大藏经它是一整套，它不是单行本，它是一套100多本。那这个不能，这个不能含糊笼统啊，把它混在一起，这个都有因果的，所以负责处理这些事物的人要特别小心啊。做对了是应该的，做的不对呢，罪过一大堆，都是自己要去承受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就讲印大藏经啊，大藏经版本很多种啊，这个也要说明。所以我们现在印的，我们现在在台北印的是老和尚是要以10000部为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现在就迈向这个目标，就是乾隆大藏经，清朝乾隆皇帝那个时代编的大藏经，不然日本大正藏也是大藏经啊，韩国高丽藏那它也是大藏经啊，你要印哪一个版本的大藏经？大藏经有10几种版本、啊、那现在还有台湾故宫印那个西藏文的藏文的大藏经、
现在全世界唯一存的一套藏文的大藏经，现在台湾故宫授权给这个印刷厂去印，那个是大藏经。那个时候也有印刷公司来找我印这个藏文大藏经，后来我请示老和尚，老和尚啊没有什么效果，我也就没有很积极去这个做这个事情。那现在龙藏是印的比较普遍，因为现在呢看中文的人比较多，所以这个三宝物啊，莲池大师在这个《竹窗随笔》啊讲，你就是盖一栋寺院房子，人家指定装潢啊，寺院有那个琉璃瓦有没有？啊，还有切墙的这个砖。人家说我这个钱要买砖的，你就不可以拿去买那个屋顶那个瓦。人家说我要是买那个瓦的，你不可以拿那个买瓦的钱拿来买砖，这个都有因果。同样是盖这个道场，他有指定的你都不能给他动。所以我这一次来啊，来到这里，我来大陆最长的，这一辈子来大陆到目前为止是最长的了。五个多月了，那么我到这个四月份啊，到福建去做山西了，到福州那个广陵法师那里，他盖那个庙有够大，他那个厨房啊，四种烧四种东西，有柴火啦，有瓦斯，还有油，还有电，是，然后他在那边啊，就给人家写了。那个琉璃瓦一块多少钱？就爬后头来发现这个琉璃瓦，他就开收据哦，这个买琉璃瓦的，屋顶上那个琉璃瓦的钱。那么去年我在香港那个大屿山那边呢、啊，他们也在做法会啊，也在香港那边呢、啊，也都很习惯给人家一个瓦。港币多少钱？那我也很喜欢去捐这个，我来捐这个瓦。那个以后盖起来，其中有一片是我捐的。那有的人呢，他是喜欢刻龙柱，他把他的名字刻在上面。这个有很多人喜欢。那条龙柱这么大。然后呢，某某人呢、啊，这一根是他捐的。那他要捐那一根柱子，你要就那根柱子的钱啊。给他用在这个上面，你不可以给他拿的，知道吗？所以买瓦的钱不能买砖，买砖的钱不能买瓦，都分得这么细。那现在人他不懂这因果啊，他乱搞啊，那将来果报啊就很麻烦，这个是很麻烦。所以我们现在道场啊，我都要问清楚啊，然后放生啊，放生了、啊。以前，在基金会啊，说放生哦，放生款一直收，比如说收10万块，好，那全部去放，那怎么去放啊？那没有车子啊，这个车子的钱谁出啊？那有时候要找工人，这些费用没有，后来那个钱通文居士他们就说，好，那现在就要跟大家说明了，这个包括。要跟大家说明，这个包括这个放生馆呢、啊，里面有包括这个运费，还有这些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些开销都要算进去的，要跟大家说清楚，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明细要出来。那这个以后啊，就有在列罪项下去，就是放生。那么如果要分得细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另外再列一个项目，就是说放生就是放生，那么再列一个就是说放生的，但是一般人、啊、他比较不会去注意这个，比如说放生要附带的这些费用，一般人他没有想到那么多，所以你另外列个项目可能大家不会去注意到，所以因此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给你说明，包括在这个费用，这样我们就不背那个因果，
如果不说明了，人家说、嗯、那个我是放生的，怎么挂在其他地方？那这个又麻烦。对，你事先跟他说明这个包括这些费用，这个费用从这里支付。这个因果、啊、都要很谨慎，所以这个弘一大师讲、啊、他说五戒呢，他不敢说完全慈悲圆满，他说这个道戒啊，很难守啊，有一点差错啊，那就犯了道、啊，这个很不容易。啊，这个是计值沉醉啊，看多少钱呢？啊，它的价值多少？以这个来定罪、啊、那么常住生物亦各有所属，不得复用、啊、常住生物 就是这个是哪一个部门，属于哪一部门的，这个属于哪一部门的，那也不可以啊，拿来拿去的啊，这个也是会犯到这个道戒。所以如大力广明啊，此不凡入，大力就是四分命、啊、讲得很详细。那么下面举出一个公案，唐分州、啊、在唐朝时代、啊、分州起伏是主、啊、这个主叫主持范成染患做牛吼而死、啊、这个唐朝分州起伏是、啊、这个分州呢是现在山西省汾阳县山西省孝义县北靠北面、啊、这个县的西边、啊、靠李梁山，这个以前有这个也是一个要道，农产品以小麦、薏米、高粱、棉花为主，山区盛产核桃，以杏花村所产汾酒著名，大家有听过杏花村？就在山西，你们有没有人住山西？有住山东，没有住山西？山西就在你们山东的西边，就叫山西。这个汾州啊，山西这个地方啊，这个主持叫惠成。那么他染患就是染病，他要死的时候呢，像牛在吼叫一样，像牛这样吼叫而死。那么他们寺院有一个僧人叫长林，这个法号叫长女。那么这个晚上有一天晚上，他看到这个慧成回来了，那他这里没有讲是做梦还是这样眼睛睁开看到的，那这个没有讲做梦啊，可能是眼睛睁像晚上这样看真的看到他这个住持慧成、啊、回来了。夜见尘来，就是夜间里面、啊、看见了、啊、住持慧成回来了，回来试验了。那么看他回来试验呢，形色憔悴、啊、看他那个表情啊，非常憔悴、啊、这个憔悴啊，就是孤高、啊、很瘦，一副病态的样子、啊、这个憔悴病态，颜色憔悴，形容啊孤高，又瘦啊，那又这个很憔悴啊，好像病了很久啊，或者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严重的打击啊，那人很憔悴。那么看到他呢，这个形色很憔悴呢，就给长林讲了，曰呢，为复用三宝物，受苦难言呐、啊。三宝物就是互相使用、啊、要供佛的拿来供法，要供法的拿来供身、啊、供身拿去供法、啊、这样互用，这等于是没有分清楚、啊啊、这个他还不是拿来自己私自用，他是用不对地方，你这个钱、啊、用的不对地方，互相用，用不对地方，比如说人家印经的钱，你拿去供身，这个不可以啊。你的供身的钱、就是拿去印经，你不可以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这个橱窗水笔也
举出这些道理啊。啊，那当时啊，明朝的时代就有人有这些疑问啊，就请问莲池大师，那都不都是做功德吗？不一样吗？啊，莲池大师就解释了，他说不一样啊，啊，你说吃的跟用的那不一样啊，你吃的是吃到肚子啊，他用的是用的啊，那怎么会一样呢？所以他这个就有因果了，啊，所以这个不能用错地方，不能互相用，啊，他还不是自己私自用，只是他在负责这个事情啊，要把它互用。哦，这个就受苦难免了，啊，他在这个恶道里面呢，啊，受苦难免，啊，这个在地狱里面，因为地狱有大地狱有小地狱，啊，他这个在地狱里面受苦，他这个苦讲不出来啊，苦到你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来表达，这个叫受苦难免。他说他这个其他的罪过呢，他还比较轻了，啊，其他的罪比较轻，他唯有用常住物自重，就是唯有他复用常住物这一条啊，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这一条啊，堕落啊，这个果报，啊，最苦的。愿世救济，啊，愿世救济就是求这个长灵啊帮助他了，啊，来求他帮助。啊，宁即为诵经忏罪，啊，那么长宁呢就发心啊，为这个主持会程啊诵经给他回向，啊，给他忏悔业障。那么夜雨复来云，啊，经过一个多月呢，又见到会程回来了，啊，来对长宁讲说，成利益以得徐苦，别居一处，啊，他说承蒙嘛，啊，你诵经给我回向这个功德利益啊，那么我在这个利益里面啊，已经这个痛苦啊已经平息下来了，现在呢另外住在一个地方，别居一处啊，就是另外住一个地方啊，没有那么苦了，但未知得脱之路，但是他虽然啊是另外住一个地方啊，没有再受那个痛苦了，但是呢还不知道呢哪一天才能脱离这个地狱，啊，因为这个地狱呢有阿鼻地狱、无间地狱、大地狱、小地狱，啊，那是很多的，啊，他这个应该不是很严重的地狱，啊，一般的地狱，但是已经很苦了，啊，受不了了，未知得脱，啊，不知道呢哪一天才能得到解脱。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讲到这个。那么这一段这个公案因缘呢，啊，在这个莲池大师编的这个四门自净录，啊，那举出一些唐朝的公案，啊，这些呢也很值得我们呢来多看看，因为这个因果的事情，啊，我们多看看多了解，啊，那么帮助我们受持这条戒，那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才知道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在自净录里面有很多生病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犯了盗戒，啊，那还有他犯了盗戒缩减身重的饮食，啊，那自己拿钵去厕所刮大便吃，那大家给他忏悔，他才恢复正常，啊，这个因果，啊，都历代，啊，都非常的多，啊，这些我们都要明白，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